20.20，缺点就是声音太大，不过装上灭音器之后，杀人就可以无声无息了。嗯，这里面是用什么隔音呢？我想应该是棉花吧。用棉花也能有隔音？那用卫生纸行不行啊？ 你问的问题都好幼稚啊！看不到啊，里面蛮可爱的。试试我这只。嗯，我这只比较和蔼，能不能借我试一试啊？好啊，你想怎么试？啊，好大的风雨啊！我把窗子先关上了。 枪啊！我这支枪你不懂，一开就往后射。你怎么不早说？被你在流血了，等等。又怎么了？我在试枪。又受伤了？我不是跟你说吗？这支枪全名叫古灵精怪枪，向后射完再向前射，一后一前，你不问我一下？那你又不早说？哇，你在飙血，拿奥克泵贴一下吧，快点。